胖，哎呀，胖虎，刚戴上就抖机灵。哎呀，我去，我服你了，你戴上你就来撞我来了。好嘞，胖虎，走起来。哎呀，不是，哎呀，胖虎他身轻如燕呢，他戴上这俩球儿。形同无物，你这，然后他就追着我，让我给他挠呢，他根本就没把这俩球放在心上。你看，我上这屋，胖虎还能跟我来吗？应该能跟我来啊。你瞅，又来了，来吧，哎呀，你都快把我逼到墙角了，像我欠你债似的。不帅。挠，胖虎虽然是我家岁数最大的猫，但是他逃脱不了撒娇的命运。路易在外头，想进来看热闹，那要蹭我腿吗？啊，他胖虎说还是蹭手比较得劲儿，让我给他挠，你看带俩小球球。这个球要是带着后面，那就是一对彩蛋。别打架啊、哦！你这啥玩意儿？吻戏都排这么半天，什么玩意儿？我寻思你要动手，我刚一摁没来得及，他已经打到胖虎了。胡云俊看那俩球球被胖虎带着啊，你没有意义啊，路易，你还进来呀、啊？路易，进来吧，快点，就玩一会儿，完了，咱俩就下去。那不进拉倒了。胖虎这个小帅哥，哎呀，这戴上这玩意儿撒娇还成倍增加呢。哎呀，你瞅瞅，胖虎其实挺帅的。但是他戴这个一点儿不违和。酸菜呀、啊，你去当着没事儿似的，立马给我不？要你就叼出来，我够着还费劲。等一会儿啊，我给胡云俊戴身上。英俊，走起来。走起来，帅了，来，英俊，快，看看英俊，哎呀，英俊怎么，胖虎，你等会儿蹭我，你看看英俊，大帅，你也看看英俊，看看英俊是不是打了一对蝴蝶球。人家都是蝴蝶结，他是蝴蝶球。那球哪去了呀？啊，菊宝来那玩呢啊！我以为李宝给掉厕所里了。英俊咋的？以为自己帅气了，又跑在女生面前显摆来了？但是你那个眼神不行啊，眼神有点太吓人了。果果咋了？宝宝姐还能打你啊？你这吓害怕谁？是害怕英俊吗？不敢回头了。英俊就是让你看看他的装饰品，装饰一对彩蛋。我的妈！